姚辉，以前我从来不怕冷，因为有你，就算讲天气更加冷，我嘛感觉足温暖的。即马你已经真正离开我，以后我只有靠我家己来保护我家己啊。你跟妈有仇，我绝对不可能放袂记你，我要真放袂你做啊！我真希望会当带你跟妈过着平静的日子。现在天公不要你创治，代志变到这款的地步，我是不得已的。你就是讲我安尼真好过心，那不是因为？那不是因为伊哥叫武将，我哪有可能甲伊放下袂顾，一定陪在伊身躯边的。伊是因为我才叫武将的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做才好。我无可能甲恁放下袂顾，啊！不过伫道义上，我哪有可能甲伊哥放下袂管的？伊敢知影这阵啊，我心肝来活痛苦的。我感觉见笑话，你知影无？一直听我讲话的人拢无，我真正要笑话我。啥拢会当无了解过，
阿妹，你袂当无了解我，因为你是我上爱的人。我要当好我上爱的人，对我有你都误解。真正爱你，我不过代志变甲安尼，我嘛不知要怎做。你是不是听我讲？我是要安怎做？这世人，你唔捌甲我讲过这款话。为什么要伫咧这个时阵讲出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伫咧我上绝望的时阵，爱我个回头？杨辉，为什么命运爱安尼创治人？为什么？为着我。害你受遐尼啊多苦，唱了唱，你最爱的彼条歌。太平，我就唱。我一世人，敢若爱你一人呢？我若不爱，我都。倒一个你较介意，啊？你若无介意哦，咱先换北京啊，吼。爸，姚辉若出去遐久啊，囝也唔转来，手机也嘛卡袂通，一定是无法度忍受我，所以才无爱转来吼。袂啦，伊都答应爸爸要照顾你一世人啊，啊？伊袂骗人啦。那这么久啊，连一通电话都无。这你阿妈刚唔回来，爸，我要来找伊啦。滚啊！你袂出去啦。我要来找姚辉，你莫管我啦。你滚！你就是唔听爸话哦，四怪早就出代志啦，你还讲唔听嘞？嘿啦，我就是唔听话才叫母娘啦，都是替你争进来啦。滚！啊！滚！啊！啊！是啦，好，你滚。爸爸是在陪你，代志啦，啊！我不要陈耀辉啦，我不要陈耀辉啦。滚啊！滚！耀辉，你就是跟妈妈讲要跟你结婚的代志啊，啊？哦，那是大代志啦，我也跟着转来啊。爸，耀辉敢真正会跟我结婚？当然了，你马上就要结婚啦，哦。我想在做新娘啊，来来，这，哦，滚啊！爸爸，阿你做一个上水的新娘，啊，帮我轻松嘞，啊，笑一下给爸爸看。爸，我是不是让你操烦呢？你的白头毛，哪会愈来愈多？
不要紧啦，爸爸来当看到你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哦，爸爸都真满足。爸，你过，向文助理来。我听讲伊讲要结婚啊，我以前刚来，我是红包要给伊。你的消息真灵通啊，爸。后来我甲伊讲也是兄妹啊，但即晚要结婚，我来甲伊祝贺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我甲伊讲啊，若是厝里咧办喜事，我也无想要拍歹气氛啊，我就随甲你挂出去。有啥物话紧讲，讲讲就紧走。伊过。这是够淡薄心意，来，收起来。啊！你太搞笑了啦！你滚啦！你滚！你给我滚！李军这摆情绪真无稳定啊，伊无想要跟你讲话，莫勉强伊。爸，我一定想要跟李军斗三工，我一定想要弥补我对这个家庭所造成的伤害。是啊，你大家拢无要给我这个机会啊！我对你已经切心啊，咱老家无需要你搁做啥物，你现在走。爸，免搁讲啊，有啥物话哦，当事会的时阵才讲我清楚。李军啊，咱来去好过，明仔帮我带你去迄新山吼，来，请右边。彩萍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我袂怪你。那以后是要安怎呢？以后的代志，我唔敢想。我珍惜即马。予咱两个安安静静的，珍惜即马做伙的时间，好无？我对你亏欠伤济，我亚辉，看到你辛苦吃个安尼。我留迄个遗愿，咱两个一人一路，我会会记你今仔日的一切，有这些回忆，对我来讲已经真满足啊。这是定金，代志办完以后，尾款我会搁再给你。这是这摆行动的目标、地点，还佮有时间，爱记哩，绝对袂当回我。老郑，今仔日我安尼做，完全是你搞逼的。你哪能怪我？弟弟啊，什么代志？你敢袂过讲，下暗我有一个宴会要带伊去，叫伊穿较水。啊，好。哦，丽丽姐啊，玫瑰啊，爷总爱穿较水的哦，小弟唔免陪酒，
董事长要带你去参加一个宴会。敢真实嘞？当然嘛是真实的呀、啊。你一定是顶世人小好样，所以董事长才会遐尔欣赏你。进来啊，伊在等你哈。丽丽姐，安怎？又去会走去啊？走啊！你是安怎咁怪？人爱逐工来呢？伊刚问开钱做大爷，我都无差较济啊。讲真哩讲嘞，大波人若拄着你哦，大家都无安吧，无互你打死都袂用。想袂到你对大波人的手腕这么厉害。大波人无一个是好物的，想要甲伊食到到，都要用淡薄仔手腕。姚阿姊啊，嗯，等下吼，小等一下要带我去参加宴会呢。啊，不过拄只丽丽姐讲叫我爱穿一领礼服，但是我今日也无穿。你吼，这么少年，佮这么水，穿甚物那么好看？嗯，无一定爱穿礼服啊。等一下吼，你都穿这书，你无听人咧讲啊？红水乌大班，连咪当人看到，一定会真介意。更真实嘞，当然嘛是真实嘞。紧紧换。嗯。要睏一好阿妹啊，那才够忙。你甲吹一下，我时间袂赴啊。一睏死啊，好啦，玫瑰啊。丽丽姐，想怎？你睏去啊？袂出敢那睏死，叫也叫袂精神啊。玫瑰啊，玫瑰啊。丽丽啊。啊。那叫一个人叫遐久啊。董事长。哎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我人伫外口咧等，伊煞等才咧睏。玫瑰，啊，这边啊，董事长，无我，我叫玉华陪你去。来等，你若是无去嫌，我陪你去。董事长，玉华陪你去哦，绝对袂失面子的，人伊嘛见过世面的。等下。我绝对袂让你无面子的。若论气质，我是绝对袂输迄个贵妇人的。论口才，我嘛会当一嘴挂相机，我会当帮你应付伊。我有足够的信心，绝对无问题。董事长，若讲到玉华这个莲花嘴，世人都会让伊讲我变外人啊。啥变外话？你讲我。有华啦，你林刚啊？哦，冒喜啊冒喜啊！有华，爱穿较水哦，袂使漏开哦。我知影。玫瑰啊，玫瑰啊！好啊啦，卖搁卡啦，就这小可代志，拜托你，你卖搁来烦我啦。啊！你家己袂晓处理，好啦。嗯，无想要听电话，归去都要关掉啊。让耳孔哦较清净一下，卖让这台手机啊，甲生活创个是紧张个。头早到啊，早晚会气消啦。我即摆上大个愿望啊，我就想要过几工啊，清幽的日子。
上好是伫咧海边啊。来搞一间小小小木，小木厝顶拢是白色的。你请你当里呀，大声叫，大声喊，拢无人会来阻碍你。要去海边啊，都要有时间计划一下。啊，若即马想要自由吼，真简单哦。只要咱卖去宴会，我就当带你去一个真好耍的所在。今即马在讲啥？今日的宴会啊，是真重要的。卖讲这种无可能的代志。是毋是真重要？由你家己决定啊。其实人是真渺小的。尤其甲这个世界比起来，做人嘛无需要，啥物件拢爱有啊。无你，明仔载同款日出日落。人吼爱随性，有时阵放轻松一下嘛，不要紧啊。只要你甲 AM 的时间拢交予我，我保证我所讲过的话是正确的。来，吃看麦，袂歹吼。咱两兄弟坚持要带我来吃，听讲要创治我呀。创治你？对我有啥物好处啊？我带你来吃物件，目的真单纯啊，都是因为物件好吃。在这吃，我感觉怪怪啊，挨用挨用。我能包顿去吃啦。你是不是惊给人拎出来？七早八早，我直接找我姐姐吃早餐，啊，就风看到传出去，应该是爆炸镜头，那么晚。大李伟，你坐落，坐落啦。人安怎想，我才不爱管呢。啊，不过你真了解啊。你虽然是一个李伟，表面上是真有名啦。啊！我大家关心是大家的代志啊，尔。即卖的你，只是一个人客啊，尔。谁去管你什么身份呐？你无必要把你家己哦想得遐尼伟大啦。你是立委，我是咧酒店上班。你是不是感觉咱的身份差真多？啊！我无感觉啊。咱拢是互人请的呢。我无感觉讲你的身份比我较悬。搁再讲。咱公民正大坐伫遮咧食物件，有啥物见笑的所在？哦，你是敢若靠近我伫遮食物件尔？我比较菜鸟，伫遐电话有咧变啊！甲我斗阵的时阵，想要讲啥物就讲啥物，莫阁甲因其他人共款，考虑这考虑彼，迄伤忝啊啦！你实在跟一般的上班小姐无同款嘞，啊？我是不是应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？参照你的条件这么好啊，哪来酒店上班？大家拢认为，一个查甫囡仔，书读真好，生侪阁水。只要嫁一个好翁婿，就会当幸福过一世人啊！啊，不过现实世界，不是囡仔故事，嘛不是所有的公主拢会当得到伊的爸母王子，会当过着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天公伯，伊伫咧创治我，伊予我。真多真多考验，伊予我爬到真高，嘛摔到真凄惨。啊，不过，迄拢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不爱惊，我要为头开始。听起来，你比我所想的较有料。哟，
话，以后若有啥物需要我甲你斗相共的所在，做你讲。今嘛真需要你，彩萍。我知影你的苦衷，我袂怪你。既然注定咱两个无缘做伙，我离婚啊！无你，我同款会当过甲真好。也毋过义军，伊是遐尼爱你。伊若无你，伊一定活袂落去。彩萍，我永远会记你。我有得到你真正的爱，安尼我就满足啊。以后，我会凭你对我的爱，我会勇敢的活落去。你别替我烦恼。天光啊，咱都应该要回去属于咱家己的所在。耀辉，咱别讲再见。来个见面，将来更加增加互相的痛苦。我放手啊，请你也放手。我只要你一个人，彩萍，彩萍，就算我全世界人敢拍敢骂，讲我是个无休息哦，迄拢无要紧，我啥物拢无爱管，我只要你一个人，为着你，我甘愿做一个背信忘义啦，我袂当辜负你，牺牲你，阿乐，我即世人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咱来走，找你阮妈，留在南部。为着你，我什么拢无爱滴啊！因为，我爱你。咱来去谈吧，重新开始。
李桂啊，先哪？爸，规暝规日来，杨辉的手机拢卡袂通，我无得搁等啊啦，我要找伊，当面甲问好清楚，伊若无来原因讲啊，那就安尼先骗我。哎呀，李桂，李桂，莫来激动啊，啊？袂发生这种代志，吼、哦！即摆做新娘啊，做代志，较待在嘞。姚辉，姚辉，我连这里面起来要插我嘞，你若无伫嘞哦，我就无安全感嘛。姚辉啊，你若阁唔来哦，要拼去找你啊！伊君哦，伊即摆是无得离开你一脚步嘞。你若无伫哦，伊伫厝安尼拆拆掉，坐拢坐袂住。阿爹，我，喂，嘿，我是，哦，海哥，嘿嘿，王董伊答应吼，先来我本人去啦。安尼哦，不过我即摆要带伊阮去试迄个新娘衫呢。哦，安尼赶紧哦，无要紧啦，姚辉来啊，吼，我叫姚辉先带伊去，嘿，我随过来你家，好好好好。老师，我有一个代志哦，什么事体啊？跟你参详者，是不是你妈那边还佫有甚物意见？唔是我妈的问题，是若唔是你妈的问题，哎，剩咧拢好办啦，吼，啊，伊君啊。我即摆先出来者，姚辉，你先带伊去试新娘衫。我代志办好势，我甲海志先赶过来找你。好，董事。姚辉，你有啥物代志，会用甲我讲啊？无啥。哈哈，实在荣幸啊，会当来个洪爸董事长的贵府拜访。张大，免遮客气啦。你当来个寒舍是我的光荣啊！请坐。阿静啊，你先去头家等我。是。来，请。啊。坐，来。林大，请您。林大，你嘛真无闲哦，我都卖耽误你的时间，直接讲。应该啊，你甲我提起迄个 case 啊，我有算过的。还佫有淡薄仔利润，我会甲你合作。啊，不过这个小要安怎算？咱头一摆合作，我希望抢到一个好头彩。我这人做生意啊，上界公平。我出钱，你出力，五五对分，大家拢袂吃亏。我也安尼。这，虽然讲啊，这个 case 是你提起啊。啊，不过若无靠我的关系去收，这条钱你敢摕得着？啊，若照应的规矩啊，敢若公文来回啊，都要互你等下头毛吹就白。我甲你保证啊，我若出面啊，免半年，这个 case 绝对无问题，更免给提你一声。听起来，敢若无地参详了嘛？我这个人做代志真阿傻哩，买得来唔得来，我也无勉强。好啦，照你的意思，做来决定。真知影，你嘛真阿傻哩啊！我上介意甲你这种人交配啊！就咱合作成功。时间无早，我先来走。多谢。啊对啦，春奶啊，我交代我的秘书啊，甲你联络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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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小戴，张大，顶边我拜托你的代志办得安怎？对，这个代志我真是要问你啊，迄个侯玉华到底是倒一点是着你？谁让你一定阿我开始头路？细节你都免问啊啦，我知影结果，我不开始头路，是安怎？这无理由啊！伊真骨啦，人客人够好，伊即嘛是我店内上红、上大牌的小姐。搁再讲，伊堂堂一个董事长，那就甲一个风尘的查某来计较。
人嘛是艰苦人，卖掉了伊啦。啊，这，好，我来啦。林刚，你来我家，我甲介绍一个更加赞的福利，算是弥补你。你看啥款？我同是咧意思啦，唔是安尼上好啊。不管伊是不是有得势哩，你看我的面子，放伊一条生路。伊提一步，我嘛靠我做代志。以后咱合作再固定，敢是咧？我好啦好啦，全力决定啊！我先来走，好。顺行啊，来，别走别走，顺行顺行。何有华，到底是咧用什么手段？连张董这种头壳发紫的人来替伊讲话？彩萍，你哪这么紧就回来啊？我已经无代志啊。那别墅你有介意吗？遐个环境真好，我真介意，心情嘛几足轻松的。俊生，多谢你。看嘛知，迄个所在吼。一定是真好啦！迄那无，你的面相奈这尔啊好，佮这尔啊欢喜，对无？我欢喜是因为姚辉的关系，伊有来找我。姚辉去找你哦、喔，这个不孝子，伊去找你创啥？阿姆，你莫佮姚辉生气啊啦！伊已经把伊的苦衷拢甲我讲啊，伊会行袂开脚。是因为老正义的事业有人在变鬼，老正义搁破病啊！老正义在黑道这么多年，伊有伊家己的办法。姚辉，伊算什么卡小？对因的烦恼什么？唔那安尼，上好人不忍心的是，伊阮知影姚辉要离开正义集团的黑暗，伊伤心的走出去。真不幸，去有派人捕了。亚辉之前唔敢讲，是顾着伊军的面子，才会温我咱。奈发生这种代志嘞？原来亚辉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留在正义集团。难怪我怀疑啊，我搁出去甲拍，我实在是。今嘛老家发生这么多代志，想要让姚辉倒转来，搁较困难啦。阿姆，你莫失望，姚辉已经跟我讲好啊，伊已经想清楚啊，伊要甲廖正义、甲义军讲好了解，而且伊嘛已经决定要带咱走。这面哪有可能？是真实的啦。你看，阮连车票拢已经买好啊。亚辉先倒去老正义遐，甲伊讲个好势，到时阵，咱会当做伙去南部，过咱新个环境。真实的啊，是真实的。我甲亚辉嘛已经讲好啊，去南部了后，先做一个小生意，等若趁钱，再阁开一间保养厂。彩萍啊！你甲姚辉计划甲这么周至，你是不是好好啊？嗯，来，这里我真欢喜的。姚辉，你总算要回来我的身躯边啊，连我这个新妇也回来啊。哎，振兴啊，你那看起来无够我欢喜啊？无啊。那有姚辉会当改过初心，我嘛真欢喜啊。啊，不过恁得要离开台北，我的心情嘛真沉重。俊生啊，要离开你，阿母嘛真唔甘的。阿母，俊生，南部也无偌远，恁莫安尼啦。俊生不管是买当来找咱啊。对啊，哎，俊生啊，你一定要来南部找阮，阿姆吼会煮你上爱食的菜，互你食。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去南部看你的。好，恁踮遮坐一下，
我来内面吼款行李。太平，我送你去吃头。唔免啦，你公司有这样子代志要处理，免专工给你送，我甲阿姆一个人吃去就好啊。尊生，你也保重哦。你们还保重。